教你们唱啊，我唱一句你们唱一句，所以唱歌要三个指不快，来唱唱歌来。啊，这个好大，来来来。还有那后面，虽然那不一样，是不是哪个学校的？这是哪个学校？台南。啊？什么学校？台南三公。台南的同学，你们应该很热忱。我跟台南的同学一起玩过贝。对呀、啊，真的，非常真的。好，来，大声一点了。啊，他不是开的。台南，还不开南呀？还不开南，好，来来，不管什么学校哈，我唱一句，唱一句，好不好？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嘿，唱歌可以延年益寿哦，好不好？来。学点客家话，客家话的我爱你怎么讲？那欧音，好，我们唱我爱你，你要唱啊，我爱你，你也要爱我，对不对？这才平等嘛，我们现在讲究平等啊，好，试试看啊。声音，待会呢，我会唱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歌哦。那首歌，下一首歌呢，也是在我2009年在台北市教育大学第一次上采风之夜的时候，我唱的一首歌。我觉得在4年以后，我觉得这首歌在唱起来感觉又不一样。而且呢，今年我发现呢，我的贝斯手呢，好像他也是客家人，他虽然只会讲闽南语哦，我这首歌叫做《福老客》，待会那个闽南语那部分会让他唱，好不好？哎，真是一个成长啊、哦！哎，那其实他天天当客家人，因为天天他都抓我的歌，他变怕感应了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团员，下手阿忠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背手阿忠，好的，背手阿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阿奇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新进的鼓手，我们鼓手小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他鼓打得很厉害啊、哦，他很多外国女孩子很爱他。不过这我们7美百年来的故事都一直传承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好不好？叫做福老客。后来这个客家人他是不会讲，只会讲喉咙发，不会讲客家话。但是我们依然知道，他去刮字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客家人，好不好？
强硬，你阿袂孤独，让你伤到我。